杂粮煎饼的摊制手法，往上一床面糊，放在它的右上角，刮板放上去以后不停地往前走，这个刮的时候手不要特别用力，就是推着这面糊自然的走就行了。刮上去以后这个时间不要停顿，打上一颗鸡蛋，蛋黄敲碎，往跟刚才摊制手法一样就往边上走，把鸡蛋均匀的摊在饼皮上面。这个时候呢，咱就放了咱家食材，咸菜、香葱，放上去以后呢，拿起铲刀，铲刀的刮不住，跟着锅面刮成一个平行平的，然后一直不停的往前走。铲上一圈以后，左手抓起来，铲刀呢就左右边，留出三分之二，刷上咱家炒制的秘制酱料。有熟悉的生菜放上去，剁碎，捂着剁碎就往前卷两下，中间铲上一锅下拿对折。